呵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红姐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瘟疫公司。为什么突然不玩这个中国式家长突然不养孩子了呢？啊，这边先来说一下，我这几天主要是感冒了，所以说一直录视频都很难录，这个嗓子啊也不太好，这个鼻子也不太好，会有鼻音。录这个长时间的视频的话，对于我这个嗓子来说压力挺大的，所以说我决定来录一下这个短的视频，就是瘟疫公司海盗瘟疫，全球海盗的猖獗严重威胁世界海上贸易，国际海运量大幅度降低，并改变了人类的交通模式。现在人类如何到达格陵兰岛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既然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就得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这是我们一个动手动脑的过程，要有这个创新思维，要有创造性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请出了我们的蠕虫病毒。没有纳米病毒啊，一定没有纳米病毒，因为这个纳米病毒啊，它上一期加班可能加过头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蠕虫病毒开启今天的海盗瘟疫。名字的话呢，照旧依然得改。上贼船。虽然说我们已经有了小飞机，但是蠕虫病毒的野心怎么可能仅在飞机呢？对不对？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海盗，导致这个船只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上只有飞机，几乎没有船只，对吧？船只非常的少。但是你要注意，我们这个病毒的标题叫什么啊？我们这个病毒叫什么？叫上贼船啊。他们有的是海盗，所以说我们上的当然就是海盗的船。那么海盗的船上了之后呢，无论海盗劫谁，谁就会感染病毒，感染了病毒带回陆地，那就是加倍的感染，成倍的感染，爆炸式的感染。只要再加上一个鸟船，风这么一吹，空气传播这么一点，鸟这么一飞，基本上 OK 完爆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我看一下，戳一下这个传播吧，把这个鸟类传播给它扩开。好，第一次跨境已经开始了啊。目前来看啊，这个传播还是不错的，瞬间一架飞机干掉英国。好，第二架飞机让天朝蹲在厕所自闭，非常漂亮，一架飞机直接干穿南美洲。来，我们盖一下这格陵兰啊，毕竟没有船只，我们这个就没办法说你上了这个瑞典啊，上了这个挪威，然后让这个船只去感染格陵兰，只能用小飞机了啊。哦，又研发胶了是吧？别急，我先把这个啊抗热能力二点出来。一架飞机我看一下，飞向加拿大。为什么是加拿大呢？因为这个加拿大它蠕虫病毒的话感染的特别慢，所以说我们尽量让它先感染。美国相对来说比这个加拿大要快一些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抗药二点了吧啊，然后准备一下视虫为神。急性脑炎点出。我们就一路点到这个视虫为神啊。解药是完全不慌的，你看你这个到现在才5%，虽然说好像我有很多岛国没有感染啊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飞机军团绝对是够用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们幸存的岛会越来越少啊。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整个海盗军团已经被我控制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最初的目的是先上贼船，所以说最后的海盗基地加勒比。哎，虽然说你们的海盗很萌很有名，对不对？但是再见了，一个环境强化戳出，瞬间全球充斥着黄点点。现在的话呢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打造自己的贼船，所有人都不希望在这个陆地上生存了，他们觉得上贼船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，他们就是想上船啊，开始打造自己的小游艇，打造自己的小炮艇，然后上这个船上啊，开心生活每一天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喜欢上船啊，也治好了所有人的这个晕船症啊。这个病毒这个作用，
其实可能这个病毒啊，最初研发出来就是为了拿来治这个晕船症的，结果没想到它居然从实验室漏出去了。而且这个治疗晕船症的病毒，它居然有 bug， 这个 bug 是什么呢？让大家更想上船，所以说这传出去之后，这一扩散不得了，全世界都想上船了，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治不了啊。你说你这个想上船吧，我又不能阻止你，对不对？我又不能说暴力镇压不让你上船。好，结束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来一架飞机。Nice， 可以。海盗给的飞机就是够啊！我就说嘛，这个海盗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最后还是给了我们一架救命飞机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即便他不给我飞机，也还能再拿到另一架飞机，对不对？看好了啊，一定还能再出生一架小飞机。这个时间按道理来算应该是够的。三次压解药，一个绝望。现在这个科学家是真的绝望，跟这个病症的名字一模一样，对吧？绝望，相当的绝望。哎呀，结束了。那这样的话根本等不到小飞机啊。人类将上贼船，看到没有啊？全球上贼船风波掀起。 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关注我的频道，转发推荐一下，点赞收藏投币。那么我说过这一期是不会有纳米病毒的，所以说那当然就是不会有的啊。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